稣，我君，咱们在，让我再背在，咱们在，就常常欢喜，就祈祷无散，凡事感谢，因为这个是上帝点在基督耶稣恩典的旨意。愿上帝为真侪咱脚前的灯，路上的灯。下面讲到，咱们来请电牧师。牧师今仔日要分享的信息是心灵富足的生命特质。咱个时间交予交予牧师。所有的弟兄姊妹，咱当心来祈祷。加上我的主上帝，愿我今仔日啊，伫敬拜当中，我所献的阿乐感谢尊重，会通得到你的欢喜感恩。但是这气候寒冷的时，啊，我要恳求你保守我的弟兄姊妹，大人的身体啊有勇壮，啊，到底来替咱个抵抗力，来通啊面对这个寒冷的寒天。帮衬啊，姐姐啊，即个孤单无伴的人啊，因为有兄弟姊妹关心啊，伊的心得到温暖。也恳求你的圣心，有伫今仔日聚会中，我讲的人啊，听的人，平平得到信仰的成就。你的儿女伫你的心无造成，当心念就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也祝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啊，通常咧，咱将一个人来分这三部分吼，啊，这是真这个来开店的这个分的一个方法啦吼，是肉体啊，有这个精神，还是讲心理，还是讲灵性，是两部分。啊，伫这个肉体的部分咧，比较较容易来满足，可能一碗卤肉饭，啊，一碗贡丸汤。你就感觉吃了真饱，啊，吃起来真欢喜。总而言之，是要提升到伫这个心理精神的这个层面的时阵，就较困难。有可能通过这个艺术，通过这个运动，啊，或者通过一寡这个甲精神心理有关系的这个物件，啊，才能变得发展。啊，那灵性呢，可能是。通过这个宗教的这个信仰，物质富足啊，八种吼的这个表现啊，真容易来看出来吼。啊，比如讲有钱啦，可能咧你对伊的生活方式就看得出讲啊，伊这个物质真富足啊，名车豪宅啊，还是讲咧存款啊，甚至咧啊，那看到伊。感觉介高尚，甚至呢，伊的这个外表也真容易来分辨吼。虽然已经人已经六七十岁，总是伊的这个皮肤吼，面貌呢，也阁亲像三四十岁来。因为有会当这个去做 SPA， 会当去拉皮，但是有时拢看起拢真假吼，面料上来，那个皮消肉不消。那伫精神上面呢，去欣赏这艺术的创作，也是讲你家有兴趣，互你的这个精神呢，较平静，互你的这个心理呢，较稳定。啊，若到底这个灵性的这个富足的时阵，就今仔日呢，牧师用这个圣经章来讲到底这个心灵灵性的富足，这个生命这个特质啊，下一章。以这个信仰的这个赞美，今天所读的这个圣经哈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五章十六十七十八章啊，这是心灵富足的人，是咱做一个基督徒生命这个特质啊。啊，拢总有三项。当然呢，这三项呢，当你拥有的时阵吼，你的这个形象啊，是讲你的表现出来，就会吼，就人互别人感受着讲。一看到你，也是讲啊，你接触啊，你讲话了，哎，就感觉讲这个人无同款，甚至我想有姐姐遐，你只有即款的经验啦吼。当人和你接触了，人就问讲，你是不是基督徒？我想这个是对你的这个人格的
全人的哈，散发出那种生命的特质。啊，伫即个跳伞两年间，我像十变十，啊，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特质啦吼。常常依靠不住的基督，凡事当下，这就是基督徒的这个信仰顶面的这个生命这个特质。啊，这嘛是耶稣基督应该所定的这个真。我想一个人咧，伫即个灵性、伫信仰的顶面，常常依靠不住的祈祷，搁凡事感谢。啊，你的这个生命，散发出这个不同款的这个特质出。啊，这就是心灵富足啦。啊，当然咱嘛，真清楚。啊，这是耶稣基督用咱所定的旨，就是讲。属伊的这个百姓，也是讲属伊的这个上帝的儿女，就是按这款的这个特质，常常祈祷，不住的祈祷，凡事感谢。其实呢，人格这个特质呢，有的是这个出世的安尼啊，天生的啦，都是这时阵是有家庭的这个塑造，家庭的这个教育，也是讲家庭的气氛。啊，互这个囡仔，伊咧有伊家己特殊的这个人格的特质。当然，囡仔渐渐大汉，伊到伫这个学校时阵，受这个同侪吼同辈的这个影响，所以有时阵咱会感觉讲，伫阮的厝教出来囡仔，为什么到去学校时阵变一个款？啊，就是这个家庭甲这个同侪之间的这个紧张啦，吼，还有互相的拉扯，所以我们的囡仔就会受影响，因为伊到进入学校时，不只是受父母家庭的影响，佮受学校佮同学的这个影响。当然呢，人格这个特质来，当通过艺术，吼艺术的这个学习，也是训练，也是讲通过这个兴趣的培养。所以无论是心态的这个因素啦，吼，无论是你是天生的，还是后天。造成这个心灵的这个损伤的，我相信会让咱通过改变，成做这个心灵富足的人。无论是你身体不足，还是后天不良，让我咱经过这个培养，经过这个训练，所以同款啊，耶稣基督伫，甲咱所听到之余，这个常常遇到不足的祈祷、凡事感谢这个训练，这不是天生的，这个训练。学习啊，互伊的这个生命这块的这个特质。有一项的这个统计啊，吼，O 型甲 A 型的血型的这个人的证明，这个5000公尺的这个赛跑。走到一半的时阵呢 ，O 型的这个人心内想讲，真赞啊，好棒啊，我已经走3000公尺。总是呐 ，A 型的人伊心内安尼想讲。一个人成功就爱走，所以咱看见讲无同款的这个，当然，不是讲这个 O 型、A 型、O 型的啦，有这款的这个，就一定有这款的这个心理的这个特质，这是一个统计数字，对任何人来讲是不准，但是讲面对一项代志的时候，这两款无同款的这个面对的这个态度。有的人呢，伊是看伊手中所有的，总是有的人是看伊手中所有的，这是足奇怪的。有的人呢，伊会感觉讲，伊拥有这個，伊就感觉真感谢。有的人呢，因为伊拢无看到伊拥有，伊看到伊无，所以不时的埋怨，也是讲无满足。其实这个心理啦，吼，伫迄个正面乐观积极的这个思考的模式，甲行为的模式。当培养吼，灵性的这个生命特质来当培养吼，这个心理方面的乐观积极正面，这来当培养，来当训练。那甚至讲未当培养训练，安尼咱需要好好的什么？咱需要这个信用的创造，表示讲好好的教育、信用的造就，会当帮助咱达成心理灵性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特质。那下一章。在咱厝里吼，若是囡仔无小心吼，把这个汤吼扯倒，咱有啥物反应吼？
啊，我想呢，啊，有三种反应。第一哦，就开始骂，哦，骂讲啊，先到介，也无小心啦吼，是甚至讲，啊，佮行出来来开爆。啊，总是个人化的态度呢，是先善后，先讲去切切吼，啊，然后呢，啊，要接伊，较佮来接伊。啊，佮有第三种，啊，嘛无骂啦吼。赶紧把这个发生的问题来处理好势，然后佫带一点幽默感。啊，我唔知咱面对这款的代志，是你有甚物款的这个态度吼？啊，我想咧，伫细汉的时阵咧，啊，若是啊来教导因培养这款心理的这个特质，啊，以后因若是拄到代志的时候，因就要怎样要处理，啊，怎样咧，啊，要怎样来这个。哦，这个问题来得到这个解决。吼、啊，通常呢，啊，我想做妈妈的人吼，啊，拢真细腻吼。啊，有一届一个妈妈咧，啊，伊咧准备这个五顿，啊，伊烹一盘我讲的汤。结果这个妈妈的原本就是真细心的一个妈妈，总是唔知在一摆时，竟然把一碗汤咧，伫这个餐桌顶面吃倒。啊，当吃倒的时阵吼。但囡仔拢敢去，拢惊着吼。因为妈妈伊用做代志拢真小心，啊，一开始拢紧来吃。啊，可能囡仔嘛想讲，啊，到来，等下嘛是叫妈妈吼，可能较吵吵去。但是吼，咱大人吼，心情无好，还做唔着代志吼，会迁怒伫这个无辜的囡仔。啊，所以囡仔大家拢点酒精嘛，拢唔敢出声。总是这个妈妈呢，啊，就对伊囡仔讲。今仔日落真难得哦，妈妈将这个汤甲吃倒哦，所以呢，等下妈妈来去买彩券，一定中大奖。啊，所以囡仔听妈妈咧讲，心肝都足紧张、足惊吓心哦，就安那就缓和下。啊，妈妈来解讲，啊，咱这回呢，将这涂骹或者吃倒汤来解七千哦，来解整理好落去。哦，啊，囡仔听安尼了就放心哦，啊所。爸妈妈咧，做伙来帮忙，做伙来整理吼。我想这个囡仔咧，伊大汉了诶，有即款诶，即个心理诶，就是，伊当面对问题诶时阵咧，第一咧，伊未去责备，未去去甘骂啦吼。啊，我想伊会在先咧，将即个问题甲处理好好势，甲来来想讲啊，到底是啊，啥物人诶问题啊，是讲是甚物款诶即个原因？那甚至呢，啊，伊可能培养这个幽默感。啊，所以呢，伫这个咱咧食饭的时阵，有时阵呢，讲一寡笑话吼，咱个囡仔听吼，我想用餐的气氛会较好，啊，个胃口来较好，啊，帮助这个发育。当然，妈妈咧煮餐吼，菜色爱常常变，啊，囡仔呢，较食了真注意。好，一届呢，一个囡仔呢，啊，小学的问爸爸讲，爸爸，这个世间呢，敢有迄个真恐怖的这个册？啊，伊的老爸甲伊讲有啊，当然嘛有吼。啊，这个伊爸爸就甲伊讲，有一本册呢，恁，伊的爸爸呢，看三十年了，佫感觉真恐怖。啊，小学问讲，敢有这个册？这个册看三十年了，就恐怖。啊，小雪问讲，啊，倒一本册看三十年，还佫感觉真恐怖。你爸爸讲，就是我甲你妈妈结婚证书，看三十年还佫感觉真恐怖。啊，心灵鸡汤内面呢，有一本册嘛，一个故事。我有一个妈妈呢，伊伫有一天伊伫公司呢上班真无如意吼，心情无好，叫上司骂。啊，拄到迄一天呢，伊个囡仔呢伫学校上课。很不愉快，啊，同学纠纷，啊，功课吧做了无好安尼，啊，这个单亲的妈妈就对囡仔讲，为了要庆祝今仔日咱两个人的坏心情，我们呢去麦当劳好好慰劳自己一下。啊，你有看这个妈妈的思考模式无同？咱通常要庆祝拢是啊欢喜喜事，较要庆祝，所以这个妈妈变作是啊心情歹的时阵，带囡仔去庆祝。我想咧，即款咧妈妈教育出来的囡仔咧，啊，伫心理的层面啊，吼，必定相当的正面、乐观跟积极。
以这个心理的这个层面来讲呢，这是心灵富足的人，就是咱基督徒的生命这个特质。我拄只讲有肉体富足，有精神富足，有灵命富足。啊，灵命富足就是今仔咱所讲的，就算你年到前十五九十六十七十八十，吼，常常娱乐不足，低调万事感谢，吼，这是灵性富足的生命。以心理的这个层面的这个富足的这个生命的这个，就是正面乐观。有一个基督徒咧，伊经过几摆重大即个手术了后，拢会当平安倒转去吼。啊，就甲朋友咧开玩笑讲，啊，因为我伫人间的即个功课也咧做了，所以上吼，我爱我去天顶报答吼。甚至有一届手术了后咧，行动无方便，食无方便，啊，把丧失真侪即个生活的机能吼。啊，所以亲戚朋友拢替伊真艰苦。真难过啊！当时伊却安慰大家讲：“我破病的经验丰富，安尼就会搁较有贴心，以后才会通去帮助人。”有一届咧，囡仔咧咧抱怨啦，讲为什么咧？咱知影台上最近天气足冷，啊，搁落雨，所以咧要出门，无论是你要上班，要去上课，真正是足无。啊，所以囡仔咧抱怨讲：“啊，遮尔寒，搁落雨。”为甚物吼？即、這个天公伯也要落雨，又造成真侪无方便啊困扰。当时即个妈妈听到，伊就讲咧，若落雨咧，外口的树啊咧，通免为洗身躯咯。啊，若是热天的时阵落雨咧，嘛袂受热，会省真侪的即个力。所以即个囡仔听到妈妈安尼甲伊讲了后，以后咧，若是搁落雨时，伊要出门上学吼，袂搁埋怨。佮埋怨讲啊，落雨真无方便。所以来听养成即个幽默即个性格吼，就是讲另类思考模式，不但会通改变家己的情绪，也通身边的人快乐，也通增加人际关系，甚至呢会去安慰人吼。有一个自细汉就真好一群的即个朋友，有其中一个无论吼成绩，无论才艺呢，伊拢非常即个杰出啊吼。总是呢，不久，啊，伊竟然呢，丢工，医生甲宣布讲无偌久，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。啊，所以这囡仔看、男看呢，拢非常的艰苦心，纷纷家地家安慰吼。总是这个人比较真幽默呢，来安慰这囡仔时阵，囡仔时代的朋友来讲，咱到底做伙吼，从小到大我拢是第一名。当然，上天堂比较低。我想呢，伫即个同一个办公室内面呢，薪水同款，吼，薪水领偏济，工作量嘛同款的即个同事，总是有个人为甚比较较快乐？啊，像我着活咧甲即个干部，这是伫即、這个工作顶面吼，偏偏同一个单位，钱嘛领偏济，工作量嘛同款啊。总是为人就快乐，为人就快乐。啊，是讲伫家庭，经济状况差不多的家庭，总是为家庭的夫妻恩爱、亲子关系良好，然后囡仔的笑容啊，拢无同款。啊，为甚物呢？幸福的指数差遐尼多，拢同款的条件，啊，为甚物有即款的即个差别？吼，卡内基呢有30条的方法，讲帮助人来克服即个忧虑甲压力。其中的这30条，其中有一条是讲，你爱要盘算你手中的这个福气，是讲你有甚款的幸福。我说真不幸的，就是讲，咱时常拢会去算讲吼，咱家己不如意的所在有偌济，咱袂去算讲咱得到拥有福气，咱时常拢去看迄个无。有一个这个辅导国大企业公司的经营顾问。伊讲，伫即几年来，伊所接触到的公司，就是讲，无论中小企业还是跨国的即个公司啊，吼，包括即个高科技的公司，伊讲，若是迄个企业的即个文化当中呢，带有感恩甲分享的即个公司，伊的即个工作气氛、团队的即个气氛真好，感恩甲分享的公司，拄到即个挫折，也是讲拄到即个
金融海啸，是讲这个经济无好是无，以上时常咧，会当安宁来经过这即个挑战吼。伫困难来临的时阵咧，伊领导会当对其中间来找着机会，看到即个毋完吼。所以无论是咱个人，咱的家庭，还是讲你经营公司，甚至是讲咱的教会，卡内基呢，伊所发现的是讲，那是有时常迄个感恩甲分享，伫个人、家庭、公司，还是讲咱的教会，咱会当对伊困难的时阵呢，会当找着机会来看到希望。最后呢，这是咱基督徒面对呢四周围的生活环境的时阵，应该有的生活是生命这个态度。这嘛是你的这个整个总体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表现。牧师呢来读这个里面的这个拢总有这个两段吼。牧师来读这个里面吼，这个有这个点的吼。咱再来读迄个下卡迄个较少字的部分，因为这是华语的，所以牧师呢来读，咱来回应吼，用这个较细点的迄个。一句吼来回，头一样的是讲，虽然闹钟响起时我会懊恼，会拉棉被盖住头，但我要感谢上帝，因为我能听得到。哎，勉强也进来谈。咱就叫来进一步吼，好，再来第二步。虽然我还是闭着眼睛，厌恶清晨的阳光。但我要感谢上帝，因为我能看得到。哎呀，这钱人生中有好虽然我赖床不想起来，但我要感谢上帝，因为我有能力站起来。人生中有好虽然这一天刚开始就一塌糊涂，袜子找不到，稀饭的地的到处都是，小孩又吵又闹，每个人火气都很大，但我要感谢上帝，因为我有一个家。这样虽然我们的餐桌从来没有像杂志的图片那么宽大，早餐也是拼拼凑凑，但是我要感谢上帝赐给我足够的食物。虽然我的工作枯燥乏味，常常千变一律，但我要感谢上帝赐给我工作机会。虽然我常常抱怨感叹命运不好，但我要感谢上帝，现在赐给我生命。最后结论是讲，在信仰的层面来讲，心灵富足的人，就是基督徒的生命这个特质，就是咱今天所读的圣经，有多少人，咱搁会记一个？小小疲劳，不足为力的快速打击，这就是咱基督徒生命这个特质。在这个心理的层面，基督徒生命特质，在心理精神的层面，就是有三，也是甲有三：正面、乐观、积极。拢三项啦，安尼较好记。我搁复习一届啦吼。心灵富足的生命特质，基督徒的这个表现有啥？常常祈祷，不住的祈祷，表示感谢。在这个心理的方面呢，有啥？正面、乐观、积极。最后呢，当佮加一寡幽默感，我想，安尼是完美啦吼。你们来祝福大家，常常祈祷。听堂我的祝福。今天这个圣经章，我们看见主要所提到的五万所听到的旨意，就是爱我生命丰盛，我无论在心情、肉体顶面，
拢得到保障。我感谢主，我给你的人，就要得到丰盛生命。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，阿门。